我们现在一大早就来到了中山医院眼科中心，才7点钟，哇，人就真的挤爆了。今天去做个检查，因为那个教授他就上午坐诊，还有检查要做，他做不完，他助理特意打电话来了。就我给小雪绑的这个头发，我觉得已经出师了。好，小雪，今天我们认真配合做眼睛检查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来，耶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走吧。看看你的漂亮的坎自然大眼睛。真漂亮，可不要戴眼镜好不好？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，哎呦，垂脸都是痘痘，一直在想啊，要戴眼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，要做手术是个什么样的情况，医生会不会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一直在胡思乱想，搞到凌晨才睡，刚睡就起来了，一大早来排队。给你拍照片呢，你不要坐地上哦，好脏的，快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木染。小木染，你的小名呢？小名叫小七月。哎，小七月，这不是我们的名字吗？怎么没叫我们呢？刚刚有没有叫小木染？有没有？有。有吗？那爸爸怎么没听到？你听到了吗？看我们喽！你要恐龙啊？好。刚刚初步检查了一下，散光度数是高的，然后有斜视，所以现在进一步做一个检查。走吧。不能给他滴到像眼药水。